正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是的，主，我们宣告你是我的诗歌，你是我的高台，你是我的力量。我们再次把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今晨让我们单单的定睛在那充满能力荣耀的十字架上。主啊，我们定睛在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你的能力就要涌流出来。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，谢谢主。唯有你同在，能触摸我的灵，如甘霖滋润我心田。在你宝座前，你尊贵和荣美深深吸引我爱慕你，当敬拜中真实与你相遇，我不愿再驻足过去，更新接近我，提升我眼光，看见永恒国度。向我伸高举双手，全心全意来敬拜你，超越世上一切的珍宝，
动我的心，向我声高声赞美，欢喜歌颂你生命，永永远远来尊崇耶稣，我一生的执着。是的，主，唯有你同在，能触摸我的灵，如甘霖滋润我心田。在你宝座前，你尊贵和柔美，深深吸引我爱慕你。当敬拜中真实与你相遇，我不愿再驻足过去，更新接近我，提升我眼光，看见永恒国度。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来赞美神，向我宣告举双手，全心全意的来敬拜，全心全意来敬拜。是我的一切珍宝，你超越世上一切的珍宝，牵引激动我的心，扬起你的声音来歌颂他，向我声高声赞美，欢喜歌颂你生命，永永远远来尊崇耶稣，今天我也想跟你分享一个圣经人物，这个圣经人物从表面上来看，他也是光鲜亮丽。二十年的时间，他努力了二十年。二十年前，他离开家，白手起家，什么都没有，白手起家，从头开始。经过二十年，他拥有了许许多多别人羡慕的东西，他真的是衣锦还乡，衣锦荣归，衣锦还乡。从人来看，他是成功的，他是被人羡慕的。多少人说，哎，当年他来的时候真的什么都没有，现在你看他走的时候真的不一样，太厉害了。我们来看看他的人生，这个人生是旧约的雅各。过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好几次分享到有关于雅各的人生。这个人生，当他
经过20年的努力，衣锦还乡，这个时候他怎么样看他自己的人生呢？请你跟我读这段经文好不好？创世纪第32章第10节，我在小组聚会单里面把整个雅各生命的经历里面都把它列出来，我鼓励大家在小组里面认真的去读一读，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。你看到这个人，我们常常讲啊，读圣经好像一面镜子，在那里面你会看到自己。我在雅各身上常常看到我自己，很多被责备，很多被提醒，也有更多的时候被上帝鼓励。来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创世纪32章第10节，一起来，请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后面他说，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。其实这是雅各向神的一个祷告，他要回家了，他在回家的时候他充满感恩，他说，上帝啊，真的谢谢你带领我一路走过来， 我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个人，他自己知道他是个很不好的人，但是神却这样恩待他。他说，当初我来的时候，我离开家的时候，匆匆忙忙跑出来，就拿了一根手杖，一块一根木头啊，就是一根木头，就是这样跑出来了。但是20年后我现在回去，我有两大队，他拥有非常多，他想要的每一样东西他几乎都得到。他想要爱情，他不但娶到他想要的女人，人家一个老婆他4个，然后他想要有孩子，人家一个孩子两个孩子，他11个，后来是12个，这个时候已经有11个孩子。他想要产业，出来的时候他唯一的产业就是一根木头，而现在他拥有的多到一个地步，他的老板追着他说， 你怎么把我的东西都给弄走了。他拥有了非常多别人所羡慕的，真的衣锦荣贵。而他为什么这样？其实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他是非常努力的，他是非常努力，他真的就是那个又聪明又努力的。我还是说，有的人很聪明不努力，有的人很努力不聪明，但是他是又聪明又努力，因此他白手起家却可以拥有这么多的东西。他很辛苦的走过这么长的一段路。在圣经里面他自己讲，他的老板啊，其实很麻烦，他跟着一个老板，这个老板呢是他的舅舅，这个老板呢又是他的岳父，你知道这个关系越多牵在一起，然后这个老板呢比他还难搞，这个老板一直欺负他。他跟他工作20年，20年当中10次调薪，平均2年调一次啊，也还不错了，至少2年调一次。如果是越调越多，问题是每一次调薪都钱更少一点啊。20年，你如果跟一个老板20年都没有调过你的薪，你大概能够熬20年，我也蛮佩服你的啊。但是他不是没有调薪哦。是20年调了10次，每一次就更少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刚进去一个月28000，后来呢20年出来之后一个月只剩下14000，你知道？这么一个老板，你早就不做了，不能不做，因为老婆压在人家那里，那他岳父啊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你知道他的20年很辛苦。他用尽绞尽脑汁在那里想说，我要怎么样可以拥有我自己想要的东西。经过20年，他很努力，他得到这些。他为什么这么努力？跟他的出身跟他的背景有关。他的背景是什么呢？他是双胞胎的老二。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读另外这段圣经，创世纪25章前面，创世纪第25章的25、26这两节，25、26，创世纪第20讲到说他的出身。一起来读，请。先产的身体发红，浑身有毛，如同皮衣，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，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。然后26节，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，手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。雅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抓住的意思，他是老二。你知道这个做老二的，你在他身上你完全看到那个老二情节。为什么老大都是第一个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终于有了一个儿子，千疼万爱。那他们以色列人更是这样啊！以色列人的老大是有双倍的祝福的，也就是说如果将来发分财产，老二老三老四一人一份，老大是双份，是加倍的。
他是有加倍的祝福。哇，雅各就差人家一腿，就慢了那一腿嘛。他不是、哦、老大生了以后八年之后才生个老二，所以人家老大你老二你也就认了？没有啊，他们两个是双胞胎，而且他是抓着哥哥的脚，你知道吗？在妈妈肚子里面就赛跑了，就差那一下。如果我那个时候用力点拽一下，我就先出去了，哎，就是输了，就输那一腿，输那一腿就大输。哎，人家是什么都不必你，他就有两倍哦，双倍。你知道那种老二的情节，就是人家他有祝福，而我呢，我就得要靠自己。所以他一辈子都在抓。为什么抓？因为他觉得不公平嘛。他什么 都是他的，好处都在他那里，他就是加倍的。我呢，我的每一样东西都要靠自己去努力去争取。所以他就是抓抓抓抓抓，他就是一个抓的人。你知道老二，以至于他的个性里面就有这样一个特质。那个特质是什么？那个特质就是我必须靠我自己努力，没人给我靠。我爸爸妈他们 他是老大，都是他的，所以我要靠。当你什么都拥有，比如说雅各的父亲以撒，爸爸100岁才生到他，所以什么好处在身上，所以以撒就会让，你知道吗？他为什么让？因为我不怕嘛，你要你要给你，我那边还有。雅各的一生都在抓抓抓，他因为他知道我非要靠我自己。其实我相信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不必每个人都是双胞胎，我们也不必都是老二到老八，但是你会觉得在这个社会上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情绪，说为什么他爸是谁我爸不是，为什么他们家是那个 环境我不是，为什么他生下来就什么事都有人帮他铺好，我就得要一步一步自己去挣扎，为什么他一生下来就有这个家产就已经是上亿， 我这一辈子做了都我不吃不喝连一栋房子都买不下来。其实我真的相信在整个社会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样的情绪，我们可以体会一点雅各感觉，觉得不公平，所以我就要争，我怎么可以不争，我不争我就什么都没有，争都不一定有了还不争，当然要争。以撒为什么不争？因为他什么都有。而我为什么争？因为我没有嘛。雅各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但是他很努力的争争争，而也真的抓抓抓，他抓到了许多他拥有的。刚才说别人一个老婆他4个，别人一两个孩子他11个，别人要有的产业他多到连他的老板都看不过下去了，他拥有了非常多的东西。我还是说从表面上来看他真的是光鲜亮丽的衣锦还乡，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吗？我们再来读刚才那段经文好不好？32章的第10节，他跟神说，他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。他拥有的非常多。我想那两队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一定有很多人说，哎，你知道那个吗？你记得吗？20年前他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，衣服烂烂的，就是一根杖。哇，他现在这样，哇，真的很羡慕他。哇，他太能干了，他怎么这么厉害，他运气太好，他大概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。而他自己心里怎么想呢？下一节圣经32章的11节，一起来，请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外面他是人人羡慕的一个人，心里他是怕得要死的一个人。当他一路往回家里的走，好多人都觉得怎么这么厉害，这么多产业，可是他心里知道说，天哪，这一步走过去会不会是死路一条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两件事。第一，他知道自己干了多恶劣的事。第二，他知道他哥哥有多暴躁，有多凶狠。他们是双胞胎啊，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。刚才讲他的人生就是抓抓抓，抓到后来就无所不用其极。他用非常诡诈、非常恶劣的方法，把原来属于哥哥的那东西给夺过来了。夺过来，当然你知道那不会只夺了一瓶可口可乐，不是只夺了一个麦当劳的汉堡，不是。他夺到的那个东西，让哥哥生气、愤怒到一个地步。他哥哥放下话来说：“等到我爸爸走了，现在我爸妈在。”
我不跟你计较，现在我爸妈在，我不跟你算账，但是等到有一天我爸爸走了，我一定杀你。哇，他做的那个事会让哥哥说我一定杀你，显然那个事够恶劣。他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，他不是被误会的，不是哥哥误会他了，他知道那真的是我做的，他真的知道我做了什么，他也真的知道我哥哥的脾气有多坏，他说要杀我大概不会轻易放过我，他都知道，以至于他一路往回走的时候，在他的生命当中，别人看光彩亮丽，哇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带着产业回家，而他心里面走一步心里都在害怕，说这下会不会死路一条啊。而在这个时刻，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，他跟神说，求你救我。雅各是第三代的基督徒，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当然那个时候旧约时代没有什么基督徒，但是用今天比较容易懂的话，他是第三代的。第一代亚伯拉罕，第二代以撒他爸爸，爷爷爸爸，然后他是第三代。你知道在他们这个家族里面充满神迹奇事，他们的家族里面充满着上帝荣耀的恩典祝福和作为，他在这个家里长大，他从小一定不断地听爷爷发生过什么事，奶奶发生过什么事，爸爸发生过什么事，妈妈发生那些神迹奇事，他从小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不断地听不断地听，他很从小就听过，他的祖母都已经年纪很大了，年纪非常非常大了，根本连生理期都没有了，根本不可能再生孩子了，竟然生了一个孩子，就是我爸。哦，我爸是这样生过来，那是上帝使无变为有，使不可能变为可能。他从小就在这个家庭里面，我相信这个神迹在他们家里面每年讲365次，天天要讲，哇，那太奇妙，太奇妙，太。所以他听了一大堆。他爸爸呢？他爸爸就是个让的人，让的人，让的人。结果人家就要欺负他爸，他爸就让。结果呢，他爸越让，人家越欺负，上帝就越祝福。结果那一年有饥荒，他爸爸却有百倍的收成。哇，这多大的恩典呢、啊？神多大的恩典！这些神迹奇事在他们的家族里面，天天讲，天天讲，天天讲。所以他是在一个基督教的，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大家比较容易懂，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，就像我，我就是第三代的基督徒。那在基督教家庭里面，在这样里面长大的孩子，从小不知道他们吃饭之前要不要祷告一下，不知道的。但是你知道，就是那种整个教会的环境，基督教的环境，或者我们说当初在旧约的时代，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跟神的那个生命的关系。但是谢谢主，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，可是在这整件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事件之前，在圣经里面每一次雅各提到神，他都说我爸爸以撒的神，我祖父亚伯拉罕的神，一次他都没有提过那是我的神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能只是在我的一个基督教的家族里面，那个不只是我丈夫的神，我太太的神，我爸的神，有的时候也可能是我儿子的神，我媳妇的神，我舅妈的神，他必须是我的神。但是雅各对他来讲，在那个之前他听过非常多有关神的事情，可是那就是别人发生在别人身上，我爸爸身上，我妈妈身上，我祖父身上，我祖母身上，我听过非常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都是他们身上，他风闻听说很多有关神的事情。我还是说，今天坐在我们中间，也许有一些你跟我一样，也许你跟我一样，我们可能都是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里面长大，但是神跟我跟你有没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呢？雅各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困难，这个困难把他逼到神的面前。谢谢主，雅各即便只是一个第三代的，他更认识神的是他的祖父亚伯拉罕，更认识神的是他的爸爸以撒。他好像只是我爸爸是认识耶和华神的，
我祖父是认识耶和华神的，但是当他遇到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，即便只是在那个 家族当中沾沾酱油，碰到这一刻他也有一点显微。谢谢主，神的恩典透过一个难处，在这个时刻他来寻求神，他来寻求神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，他寻求这一位独一的真神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我相信在那20年当中，在雅各的生命里面一定常常有一个噩梦，那个噩梦就是突然梦到哥哥追杀他，吓了半死，然后就突然醒过来，醒过来以后就哎呦，还好，不是在家里面，我只是做梦而已。那个东西一直在他生命里面，20年来他都在逃避，他不想去面对，可是那个梦魇一直在那里。我不知道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梦魇，有没有一些你害怕去面对的一些事情，但是老是会做梦梦到。雅各有雅各的噩梦，我有我的。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属于你的梦魇呢？那个你明明知道躲也躲不过，但是你就是不想面对的。那一天雅各发现躲不过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我一定会碰到我哥哥，我一定必须去面对20年前我做的那个很恶劣的事，我一定需要去面对那个很暴躁的曾经放下话来说非杀我不可的哥哥。那个生命里面逃避了20年的事情，此刻他必须面对。但是雅各这个人真有意思，一方面他怕得要死嘛，我再读一遍给你，他说救我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我怕我哥哥来杀我，而且不但杀我，连我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哇，这下完了，我这20年所有累积一切全没，完蛋了。哇，他很害怕，一方面害怕，一方面是主啊救我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还在那里脑袋那里转，再想一下应该怎么办。你如果去读后面那段圣经，我把它写在小组聚会带，你会觉得真的很有意思，你就觉得这个人真好玩。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哥哥很凶暴，然后自己做了很恶劣的事，然后他就想怎么办，现在过去好，这样子把我所有的产业分成两部分，两队，这个老婆分两队，这个儿女分两队，然后产业分两队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哥冲过来，如果我哥杀这一队，这一队还可以跑，如果杀那一队，这一队就赶快跑，至少可以留住一半。然后他再想一想，不对啊，因为他四个老婆里面其实两个是陪嫁的，不太喜欢。那真正是嫁给他的这两个姐妹两个人呢，姐姐他不喜欢，他喜欢的是妹妹，只有一个喜欢。那万一妹妹我喜欢的在这一队，那个哥哥冲过来就冲到这一队，不是我那个最喜欢的老婆跟孩子就被杀了吗？我又不能跟哥哥说，哎，先杀那边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哦，所以不能分两队，不行，这样不保险。那怎么办呢？他想说先送礼物过去让他气消，他就把一堆的礼物准备好过去，然后呢分三批啊，然后每一批，然后跟他们讲三批啊，慢慢走啊，一批跟一批中间要隔远一点啊，干嘛？把这个队伍拉长嘛，万一那边冲过来杀，后面还可以跑啊。哇，三批，然后等到过了河之后又不行，三批还是没有把握，再来分四批，再来四个，然后最不喜欢的那个陪嫁的跟他的孩子走最前面，然后第二个陪嫁的走在后面，然后那个不喜欢的老婆走第三个，然后最喜欢的老婆跟孩子走第四个，分四个。哇，他布局，这个人太会算了，一直算。你看，从两队到三批到四一批，一直讲一直算，都算完之后，你以为他怎么样？他现在想说，这一下万无一失了，没事。一定保得住了，通通都没事。不可能，通通都布局好了以后，我相信他心里面说没用了，我怎么逃得过呢？根本就没用。也许我们昨天也有人，你正在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你面对一个又大又难的事，你不断的绞尽脑汁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，可是其实你心里面知道没用。他知道哥哥按照他所认，他们是双胞胎，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从小一起长大，让按照他对哥哥的认识，哥哥要是杀我，我躲不过他的啦。
我再怎么弄弄不过他的啦。一方面拼命的用手继续在那里规划规划经营经营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心中有一个很深的恐惧，说我做这些干什么呢？根本没有用，无济于事。那一天晚上，我相信是雅各生命当中最寒冷的冬天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创世纪的32章23到24节，他打发，一起来，请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先读到这里。你知道那一天晚上对雅各来讲，他把他们一批一批，第一批的过去了，第二批的送过去了，喜欢不喜欢都是我老婆呀，喜欢不喜欢都是我的儿子呀，送过去了，第三批过去了，第四批过去了，最后一批他留在岸边，看着他们这些人过去。他知道虽然我布局了这么多，过去大概是凶多吉少，可是你知道当他一个人留在最后，说只剩下雅各一人。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光景？你曾走过这样的路吗？你落在一个很深的困难里，可是你觉得好深的孤单，因为没有人可以讲，讲也没有用，我也不想讲，因为讲也没有用。雅各就是这样，只剩下他一个人，他可以跟谁讲呢？跟那个他最爱的老婆讲吗？有什么用呢？他老婆能够替他把那个以扫，把他那个凶悍的哥哥弄走吗？没有，讲也没有用，没有人可以讲，讲也没有用。有的时候是像他这样只剩下一个人，有的时候是在一个很大的群体当中却仍然觉得孤单。我自己在28岁的时候做错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非常非常严重。那个时候我很害怕，我那时候在做电视节目主持人，其实我很怕被记者知道。那个时候只有3家电视台，不是满街都是节目主持人，100台没有，所以我们就是那么几个节目主持人，就是那几个节目，所以那几个主持人都被记者们盯着。我非常害怕被他们拍到什么，被他们写了什么样的一段，我非常害怕。可是你知道人很奇怪，你一方面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，一方面是不好的，可是你就是一直做，你没办法停下来，你就一直做一直做。那段时间其实我还是照样去教会，我不敢不去，因为怕被别人知道，所以该聚会我还是去，该团契我还是去，该唱诗班我还是去。可是我心里面非常的不快乐，那个时候聚会里面我都躲到最后面，那个时候教会在实践堂聚会，我都躲到楼上的那个最后一排，挤在那个后面里面，然后在那个黑暗当中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当一个人活在罪里的时候，其实你真的会很害怕光，你觉得你在黑暗当中，不只是那个生命里，连这样的光都会怕，就是常常就一直关灯关灯关灯，就躲在黑暗里。我躲在那个角落里面，一方面非常生自己的气，寇少，你在搞什么东西？你不知道你不该做这样的事吗？你不知道你做这件完你会惨了吗？你不知道你万一被爆出来你就完蛋了吗？其实我那时候最害怕的还不是这些，我最害怕的是如果我的事情上了报纸被登出来，我爸爸怎么办？我很爱我的父亲，我父亲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传道人，上帝那么大的使用他，结果他的儿子干这样的事情，我非常害怕有一天因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被羞辱，我非常非常害怕。我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那你就不要做啊。人真的很难，都知道就是停不下来，什么都知道就是停不下。那时候躲在那个最后面那个角落，整个屋子都是聚会的人，塞满满的，但是我里面充满着孤单。我不知道我可以跟谁说，我不知道我跟谁说有什么用，我只能把这东西放在我里面。一堆人在我旁边，我从小非常爱交朋友，有很多很好的朋友，一直问我说，寇少，你最近怪怪的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讲不出来，我做的这些事情我不敢讲，讲不出来，不愿意讲，也觉得我跟你讲完了之后你能替我解决什么呢？我体会雅各那一天在亚伯渡后只剩下雅各一人的那种孤单，情况变成这样，可是到底应该怎么往下走，真的不知道。
真的不知道，在人的生命当中真的不知道。那段时间里面，我其实常常跟神求一件事，我就是跟神说，神，我向你求好吗？你可不可以让我在高速公路上车祸死掉？我说主啊，我为什么这样求？因为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，我停不下。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对，我知道这件再做下去了以后，我自己身败名裂，会影响到我爸爸，会伤害到我的家人，我很害怕，可是我停不下来。我知道我每一次做完我都会后悔，每一次去在这个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每一次去我都会说我再也不要，我再也不要。但是次数多了以后，我就知道我讲的都是废话，我还是会的，我就是会继续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。我从来没有吸过毒，但是我完全懂得吸毒的人那种可怕，就是你什么都知道，可是你就是停不下来，你就是停不下来。我跟主说，我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，就是现在我常常在高速公路上坐野鸡车，然后我在那个车上，我就跟神说，你让我现在碰到一个酒驾的人撞过来把我们车撞，我求你恩待那个司机，你保守他不要出事，不然他只是倒霉载了我而已。可是你可不可以让我死，让他不要？真的，我是真的，我觉得我没有路了，我不可能改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，我改不了，我解决不了。可是如果这样下去，一定会出更大的事。如果我车祸死了，顶多也就是一个节目主持人车祸死掉，我宁可我车祸死掉，我不要有一天我爆出来是这样的事情，然后伤到我的家人，伤到我的教会，伤到，我不知道，我非常害怕伤到他们，可是我停不下来。我说，主，你可不可以让我，那有一天车子从台南回台北，我一路上不断的祷告，就跟主说，我求你好不好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你真的弄一部车子把我撞死，这件事情就结束了，就结束了，就结束了。半夜两点多的夜子，那天真的从台南到台北高速公路上第二部车子都没有，就我们一部车子，想撞都没得撞，真的真的耶。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真的很沮丧，我说，神，你为什么连我这样一个卑微的祷告你都不听呢？我坐在房间里面，我不敢开灯，我坐在那个地方说，主啊，我没有路了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突然主给我一个感动，圣灵给我一个感动，我就跪下来祷告，在黑暗当中我跪下来，我不知道我要祷告什么，我只是跟神说，我跟你说了这么多遍，你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，求你帮助我。突然主给我一句话，主说，寇少恩，我仍然爱你。你知道当我听到主对我说他仍然爱我的时候，我就大哭，我说，主，你怎么可能爱我呢？我都非常讨厌我自己，我从小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，我是一个胆子很小，从来不敢做坏事，我不敢作弊的人，我是一个很乖的孩子，我怎么会把我的人生搞成这样？你知道人真的很奇怪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当人犯罪的时候你会突然变得好大胆，你根本不可能想，我后来回过头来想，我都在想，我怎么敢做这样的，我怎么会把情况搞成这样，我还在继续往前走，我怎么敢？我后来读圣经读到大卫啊，大卫犯罪拔示巴事件之后他做的一系列的事情，我以前小的时候读到那里，我觉得大卫这男人怎么这么烂啊，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。等到我自己出事的时候，我再也不敢骂大卫，我能够体会那个人陷在罪里面的时候那种可怕，你自己的人都会被扭曲到一个地方，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。但是当我都觉得我自己扣上你糟糕透的时候，我突然听见主对我说，寇少恩，我仍然爱你。然后主说第二句话说，我就是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的。我跟主说，主啊，我重新把我的生命交给你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现在想不出任何的方法可以解决我现在的境况，不只是环境的我不能够处理，是我根本不能处理我自己。我觉得我最管不住的不是记者，我最管不住的不是对方，我最管不住的是我自己。我说，主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
但是如果你能够，你能够伸手把我拉一把起来，我一生都跟随你。那一天我遇见神，我从小第三代的基督徒，我12岁就受洗了，那一年我28岁，但是那一天我真真实实的遇见神，在我最不好的时刻。雅各在亚伯渡口那里，他人生走到最不好的时刻，他走不下去了，可是那一天他不只是孤单一人，圣经上说只剩下雅各一人，但是弟兄姊妹，雅各人生的遭遇不是停在那一句话上，如果停在那一句话，他大概就走不下去了。那一段话后面还有话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那一段话的后面，创世纪第32章的2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我们跳到26节，下面第26节，你来读读看，在26节里面讲到说他做什么。那个人跟他摔跤到黎明，到了黎明的时候，那个人要走，雅各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”他抓住那个人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”而在下面到30节告诉我们说，那个人到底是谁？请你跟我一起读30节，在下面这30一起来，请。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毕努伊勒，就是神之面的意思。意思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存。那个地方叫做毕努伊勒，因为雅各在那里遇见神。在那个之前，雅各都是听说神，我爷爷的神，我奶奶的神，我爸爸的神，我妈妈的神。可是那一天他真实的遇见神了。我奉主的名祝福你，今天这一堂信息，这一堂的敬拜，可不可以成为你的毕努伊勒？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需要有一个毕努伊勒的经历，就是你在那里遇见神。那个不是我主日学老师讲的神，那个不是我团契辅导讲的神，那个不是我小组长讲的神，那个不是哪一位长老牧师传道所讲的神，那一位神是我亲身遇见的神。雅各那一天发现这一位神跟他面对面，而他不但遇见神，他做了第二件事情，就是他紧紧抓住神。刚才26节说他转过来抱住他，抓住他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”雅各的一生都在抓，过去他抓他要的，他抓爱情，他抓婚姻，他抓儿女，他抓事业，他抓财富，他抓许多的东西，他费尽力气去抓这些。但是有一天他回过头来发现，如果他的生命没有改变，他继续是那个狡诈的人，他所抓的这一些终究有一天从他的手的指缝里面都会漏掉。那一天在亚伯渡口，他发现我20年的努力，但是这一次过去，过了河过去，我大概什么也留不住。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还是抓，但是不再是抓那些无定的东西，他转过来抓住神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过去。”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需要有一个亚伯渡口的经历，都需要有一个毕努伊勒的经历。你不能够只是认识那位你爸爸的神，你丈夫的神，你奶奶的神，你外婆的神，你同事的神，你好朋友的神，他要成为你的神。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要遇见神，然后你要很真实的让你的生命抓住神。那一天晚上，雅各的人生有一个转机。你知道什么叫转机吗？转机是一个转变，一个转变的机会。他需要有一个机会，一个转变。转变是什么？就是改啊。他需要有一个改变，他人生走到没有路了，他需要有一个改变的机会，他不要继续走在那个无路可走的路上，他需要一个改变的机会。他
他遇见神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改，他不要再去抓那些他以为他想要的东西，他要转过来抓住神。那个转过来抓住神的改变，成为他生命里面的转机。今天，但愿神也在这个聚会当中遇见我，遇见你。你的生命需要一个转机吗？你愿不愿意有一个改变？转是一个改变，这个改变会为我的人生带来一个全新的机会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弟兄姊妹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会改变，都变成新的。今天信息的最后，我要请基本来到台上来帮助我，但是我想要告诉你，第一，改变的力量在耶稣基督里，他会给你改变的力量，但是要不要改变的决定是我们需要面对的。那一天晚上，主对我说，柯少恩，我知道你搞得一团糟，我知道你走不下去，但是我仍然爱你。我感谢主，主那天是对我说我仍然爱你，而不是对我说，柯少恩，你搞什么？你不知道这么多年来我多么怜悯你吗？我给你多少机会，我是怎么样让你走过来的，你还这样子搞？没有，我不需要他定罪我，我自己完全知道我多糟糕多恶劣，但是他用爱挽回我。我也求主今天对你说，孩子，不论你现在的情况如何，今天主带你到这个聚会里来，不论你在网络前面或在我的会场里，我觉得主就是对你说，孩子，我仍然爱你，我就是为像你这样的一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，在他里面旧事已过，会变成新的，但是你愿不愿意有一个心说，我要改变？主呼召你，他有改变的力量，但是要改变的决定是你要做的决定。你愿不愿意跟主像雅各一样转过来抱住他说，主啊，今天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在神的恩典当中恩待我们，谢谢主。我要特别为另外一组人祷告，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正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风浪，你很想放弃，主透过上礼拜的那个讲员小伟再一次对你说，选择放弃很容易，但是后面要付的代价极大，不要选择放弃。你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，带着你的问题到神的面前来，让他成为你的帮助，让他成为你的力量，让他在你生命里面带来改变。你愿不愿意跟主说，主，我在这里，请你帮助我，请你看看我，主啊，我走不下去了，我想放弃了，我想放手了，我求主抓着你的手对你说，孩子，你不要怕，你抓不住我，我抓得住你。主对你说，你抓不住神，神抓得住你。你会放手，他不放手，他真的不放手。我求主施恩恩待我们，在神的恩典里面，谢谢主耶稣。我还要为一些人祷告，是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你常常觉得你在一大群人当中，但是你非常孤单，你里面的难处，你的困难，你的处境，你没有人可以讲，讲也没有用，你不想讲也不敢讲，你怕讲了以后更坏，但是放在你里面你孤单极了。今天是毕努以勒，你知道毕努以勒最美的一件事是什么吗？那不是雅各在那里找到神，是神在那里找到雅各。你找不到神，
是今天主在这个聚会里，阿爸父，我求你一排一排走在我们中间，用你钉痕的手握住许多孤单的手、无助的手、想放弃的手。主，我求你自己施恩，那个想改变却没有力量的手，圣灵求你运行在我们中间。阿爸父，求你设立宝座在我们中间，不但是在这个会堂里面，也在整个的聚会当中，在透过网路进到每一个人的家中和生命里面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没有改变的力量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改变的心，说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愿意被改变。求你主耶稣啊，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真实的经验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阿门。